念伊2019年的迎新会要到，过年要到，哦，啊，毋是今年才办尔，逐年拢有办，已经办几啊年啊，吼。伫2015年开始，这个活动做了足频繁，但是媒体吼，外口的无看袂着，为虾米？拢互流亡政府控制住，所以媒体毋敢报。所以台湾人啊，啊无足侪人清醒，即个台湾政府吼是安尼个。2016年就开始行出去啊，吼、哦，去向美国啊、日本啊、啊即个海欧洲啊接触。所以年底12月20日，俺有团要去甲日本天皇接受，有两团哦。即个俺秘书长夫人啊，伊讲2017年我着有开始对个夫人啊去伊美国，甲即个川普总统呢，即个庆贺他当选。啊，这是因有邀请函，俺到我倒去。因若无邀请函，俺嘛无知了，哦。啊，刘洪章有派人去无？有，因哪有派人去？迄阵是姚锡坤啊，带队去。啊，因去是开公费啊，啊，阮去啊，开家己。为虾米？俺未借款，俺未交还，所以只有爱家己先出吼。互大家知咧，哦。啊，因为要走上国际化，所以俺即摆哪有咧？咧训练咧国际礼仪啊吼，按怎啊拢有咧办这个吼？这逐年拢爱办啊，你爱向国际接触，啊国际礼仪拢爱学啊。哦，这旧年的3月19日有和美国的即摆副总统彭斯见面嘛，哦。啊，这5月13日有伫即个华盛顿国际啊宴会啊发表安尼宣言吼。向全世界人讲台湾政府的状况吼，啊，夫人代表啊，向这个国际记者会来宣告啊，所以这场有这个300-400个这海外的记者甲官员啊，了呢，安尼伫这个实施快乐华礼大游行啊，伊个代表。啊，结果呢，这个媒体拢无同个解讲。伊讲2017年、2016年，咱伫这个七大先进国家首脑会议嘛，看这个安尼台湾政府、台湾的总统，啊，搁G2020个主要国家的首脑会议嘛，刊登吼，迄个即些状况。咧期刊的内容，咧甲咱台湾咧推销台湾哦，全世界人知啊。啊，因为这个，这是要互世界人知，所以拢用迄个英文啊吼，内容拢英文啊。啊，嘛捌去入去联合国。即台湾有一个外国个证明，啊，人报纸外刊出来，但台湾的即个媒体好唔敢讲吼。伫旧年到今年啊，我拢有出去，啊，所以我了解即个状况，啊，即就是影片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即影片啊，贴过，互恁知着。啊，这嘛是一个影片，啊、哦，美国总统来当选，那一个影片，哦，啊，这是咱台湾这个代表团参加美国总统就职晚会，啊，这我来安抚你，有去啦，啊，这是副总统来参选，啊、哦，这我也有参加，这现场的状况。
这个彭斯副总统，那这是安达，安达。这个国际记者酒会，啊，这个让大家知咧。这个按秘书长夫人澳英语讲的哈，啊，这场我也有参加，啊，所以我了解。啊，这个是川普的还得力的一个顾问。邀请夫人来上台来报告台湾民政府的状况，全场用英文讲，快点，大家欢迎。
now. Thank you once again to Political for partnering with us on this fantastic event.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ower listeners, and we wish you all a pleasant evening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伊带咱人出去啊，吼，啊这是事实的，吼、哦，啊前一阵啊，迄个5.11事件安尼吼，安尼吼委屈，吼、哦，所以快点爱甲好啊感谢，吼、哦，啊即摆伊带，所以咱大家爱共同拍拼，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、哦，我今仔甲个报告到这，因为这后壁阁有诶，咱台湾未来要怎行，这我有准备吼。哦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给大家报告到这，谢谢各位，啊，明天见。